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页。就坐禅观，即诵第五首看起，啊，第五首看起，第三段啊。修行于定，当愿众生一定佛心，究竟无余。前面四首偈，释迦修学前方便啊，也就是修学之前呢，应该有的仪规。第一是进入堂口啊，学经教呢就是讲堂啊，这修行呢总不外乎禅堂、念佛堂啊，修忏悔法门得戒堂、忏悔堂啊，其他宗教啊也都有啊。那么首先啊，你就是进入啊堂口，然而因为这个在前面都已经做详细报告过了。佛陀在世啊，我们堂口称为道，这个道场好，好讲。因为佛往往呢，在树下，在山里，啊，都是坐在地上，啊，连个席子也没有。啊，当然，学生呢，一定会给老师准备一个座位，啊。这个座位啊，都是在附近找一些茅草，啊，用草铺一个垫子，啊，让佛坐在垫子上，啊，这草铺的。那么出家人呢，带的有尼斯坦，啊，就是讲坐具，所以讲是卧具，啊，但是也可以铺在草上，啊，铺在草上是吧？铺个座位，座位铺好之后，端身正坐，啊，坐好之后，把腿盘上来，啊，所以借家辅坐，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家辅坐就是双腿盘上来呀、啊，这个坐的姿势啊最安稳啊，最安稳，可以让自己的心啊不散乱。魔王看到这种形状啊，他生恐怖心啊，那换一句话说，魔不来干扰啊。第四个是鉴别，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啊，这个佛门坐的姿势跟别的宗教不一样。第五个是心容易定下来啊，这样的做法呢容易定下来啊，年轻人呢可以试试
大概40以上啊，要是没有做成习惯呢，比较困难。这是前方便的啊，那么每一个举动都有发愿，都有观想啊，回向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就是文殊菩萨在前面给我们说的，菩萨若善用其心呢，则能成就一切甚妙功德。啊，在前面都跟诸位报告过了。啊，这篇经里头，只不过是举几个例子。啊，一共说了141愿，就举这141个例子。我们学习的人要懂得，古人所谓是文以知识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一举一动啊，都是大方广佛华严的落实啊，华严没有离开我们生活，甚至是没有离开我们起心动念呢。啊，这样学习呢，才能够契入华严境界。啊，你要问你有没有契入？啊，那你就问了，问问自己。进行品这一品经呢，你有没有明了，有没有落实啊？你要是真的彻底明白了，解悟能够落实在起心动念之处啊，那你就是真的证悟了，你就切入了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家起心动念一举一动，你看看跟我们不一样啊！啊，我们起心动念是妄想，一举一动是造业，你说这个东西多可怕！今天世界这样混乱，局势之人无论在精神上在物质上啊，没有说是啊，没有压力的，而且有什么严重的危机感，啊，这些苦难从哪来的？人为的，啊，都是自己不善的心性所感召的来。在这个世间确实有不少智识人人专家学者在寻求啊，有什么方法能让社会恢复到安定和平，能把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啊妥当的处理，我听了不少，也看了很多，
深深感触到不容易实现啊，也就是说做不到啊。理想是很好啊，方法不错啊，做不到啊。那再研究一下了，为什么做不到呢？这个事情，中国谚语所谓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呐，啊，说明根源在哪里啊？这个大家没找到。佛找到了，根源在迷失了自信。啊，中国外国古圣先贤他们明了。啊，他为什么明了呢？他心清净，他心是定的。清净心生智慧呀、啊！啊，这个诸位同学都晓得，这个佛法的修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啊！啊，智慧先前，你就能把这些复杂问题啊，就照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处理从根本下手，啊，根本是什么？爱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人能够爱自己，能够爱别人，就不会害人了，啊，不会害人。怎么会去发动战争呢？怎么会去搞恐怖事件呢？那不可能的啊！最重要的是，我们把爱心失掉了。只要有爱心，什么制度、什么方式都好。啊，现在是如何把爱心找回来？诸位要晓得，爱心是心德啊，明心见性呢，爱心就找回来了啊。在佛门不叫爱心，慈悲心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啊，发慈悲心呢，可是就是发不出来啊。那你要晓得为什么发不出来，障碍在哪里？迷失了自信啊。迷失了自信呢，慈悲心就变直了啊，变成什么呢？自私自利啊，妄想执着，起心动念呢，损人利己。要知道，这一些错误的念头，反面就是大慈大悲呀、啊。啊，我们迷了之后啊，你看把大慈悲心变成这种严重的缘故啊，严重的邪物。染物跟邪物起了作用，那就造恶业，恶业把一真法界也扭曲了啊，变成了三途六道啊。这个事实只有佛菩萨讲的透彻，讲得清楚啊！啊，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了，啊，一面学习，
一面细心观察来求证的。佛所说的跟我们所见所闻亲身所接触的相应不相应，如果相应，那我们对佛法自自然然的就信受奉行了。往下这两首偈讲修行，修行行门无量无边呐，大乘教里的常说八万四千法门。你看八万四千法门，在这四十一愿里面，两条就包括进了。无量法门归纳起来，不外乎一个是解门，一个是行门。你看此地这两条，修行于定，这是行门。把行门摆在前面，若修于观是解门，解门放在后面。这什么意思？是告诉我们佛法重行，当然它也重解，戒心并重啊，行在前呐，这样你就了解教学，老师教也是把行摆在第一，学生学也是把行摆在第一。这个意思要懂啊！即实施宗门，悟后其修，他也是在行门摆在第一，否则怎么样？否则他不能开悟啊！教下虽然是研究经要，还是把行门摆在第一，为什么呢？五年学戒嘛，你出家人，你一出家之后不是你马上就能够进入道场啊。出家前五年在道场学戒学仪规，就学规矩，五年为道场大众服务，修福福慧双修啊！你看福跟慧也是把福摆在前面，没福不行啊！先修福后修慧呀！修福修到一定的程度了，中国古老的谚语也说得好，叫福至心灵。你福报现前呢，人忽然也聪明了，也有了智慧了，福跟慧有连带关系呀，定跟观呢也福如是。那我们从中国传统教学里面来观察，你看中国的教育，小孩生下来两三天，就开始教了，教什么呢？修行于定，
学规矩啊，啊，所以大人在小孩面前言谈举止一定要避免过失，没有过失啊。婴儿虽然刚刚生下来，他眼睛睁开了，他看到了。啊，你说话了，他听到了。看到，听到。佛门的说语阿赖耶识里面就落印象了、啊、他就在学了、啊、天天看天天听全是好样子再说弟子规弟子规是父母做给婴儿看的、啊、这个教育是三岁之前他这个规矩他就学会这是有个是戒律啊啊因戒得定嘛啊都是从戒律开始啊弟子规是根本戒父母教的这母亲的责任太大了吧啊因为母亲给婴儿是最接近的啊，一刻都不离开的啊，三岁之后这才离开怀抱啊，他自己会走路了啊，三岁之前呢，他在母亲怀抱当中啊，啊，母亲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他都记住了啊，所以母亲那就是活的弟子规啊，这个婴儿全都学去了圣贤的根砸下去了诸位想想一个人受这样的教育他还会干坏事吗、啊、三四岁他就能辨别邪正是非善恶啊，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知道了啊，根心利的五六岁上学了啊，从前上四书啊，四书老师也是把弟子规呀圆圆满满都做到了啊，这个时候亲近老师的时间长了老师的言谈举止啊，加深他的印象他一看来父母是这么做法的老师也是这样做法的信心坚定啊啊，这个时候记性好啊记忆力好啊古圣先贤的教诲啊，老师叫他背啊，把这些东西背得滚瓜烂熟他活到八九十岁都不会忘记啊，我见过李老师我跟他的时候
他70岁，我跟他10年，80、90岁写文章引经据典呢，不要查参考资料啊，他都记得住啊。我们就问老师，老师啊，你记性真好啊。他说你知道吗，小时候罚跪砖头跪出来的呀。那时候老师多严格，跪还跪在砖头上，就是记性嘛。哎呀，这个地方我跪过砖头的，所以就特别容易记住。这个地方，打过手心的。打什么？打记性。中国的教育方法是不一样。现在讲哦，不可以体罚。殊不知，这种方式他才能记得住啊！一生受用不尽的，虽然被老师打了，被老师罚跪了，跪砖头了。到了都感谢老师，感恩呐！不是这样你学不会呀。当时是觉得很难过，往后一生感谢老师。家长呢，也明懂事。我小时候念书被打过手心，也罚过跪，但是没有跪砖头。那跪砖头想起来多难过啊。老师出发之后回家，父母知道了。明天父母一定陪我一起去上学。还带了礼物，就感谢老师。主想想看，父母跟老师是合作的，怎么敢不听老师话？现在教育恰恰相反，如果儿女在学校里被老师体罚处分了，那可了不起了，到第二天父母一定去告状。这个老师不配做老师，虐待儿童。好老师都离开了，不愿意教了，也就是不受教。家长也不愿意自己儿女认真去学这东西，溺爱。这小孩怎么能教得出来？所以从前社会安定，大体上来说，中国社会过去5000年呢，算是安定的，跟欧洲世界上其他国家来相比，他们动乱，我们安定。我们虽然还有改朝换代，那个时间不长，尤其是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在古书上讲不会超过5年，治理作乐，社会就恢复了正常，所以动乱时间一般讲的是最常见的是3年到5年，他就恢复正常秩序。大的动乱的时候有10几年的时候有，不多，在历史上不常见。可是都很快恢复。毕竟是治世的时间长，乱世的时间短。
这是两个比起来的时候，所以在大致上讲呢，中国社会是安定的、和平的，啊，这是什么？教育啊，从小教的呀。那不认识字不要紧啊，他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啊，以前教育不发达，读书的机会并不多。啊，可是在基础的教育，中国人决定不忽略。啊，从小就教，而且凡是大人，几乎对小孩都有教导的义务，这个太难。我们是生长在农村，啊，农村的小孩玩耍都在野外，啊，有时候犯过失，啊，玩的时候忘掉了，啊，可是大人，无论不认识的人。啊，在外面是行这个行路的人，看到我们小孩在玩的时候不守规矩的时候，哎，他就把我们叫出来的时候就教训你。啊，可是我们小时候呢，要乖乖的接受。啊，家人知道的时候一定到那道谢。啊，谢谢人家，哎，这个就教导。社会风气 啊，大家都知道儿童是下一代的啊，所以都有啊教导的责任啊，不管是不是你家小孩认不认识，那不重要啊，看到他好称赞几句奖励他啊，做错事情那就要纠正。现在这种风气没有了。那么这些呢，全都是属于行门啊，行门的核心就是定啊，佛家讲禅定。禅定的等级很多，那在我们《华严经》上讲，啊，菩萨位次51个位次，啊，那禅定的等级就是51个等级，啊，无量法门那是修禅定的。方法门道不相同啊，佛家确实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啊，慈悲是真心的，真心就是禅定。你没有定，哪有慈悲心？啊，那定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定？《金刚经》上说得很好：“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啊，当然，这个是高层次的禅定。这不是普通人，普通人先学戒，啊，先学规矩，学的是规矩，啊，学礼貌，啊，
对人对事都懂得认真负责，啊，尽心尽力把它做好。啊，小朋友也要跟他修订，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定。专心就是定。啊，玩耍，哎，专心去玩耍，不要胡思乱想。到上学了，跟力的人大概4岁呀，就上学。啊，叫聪明的，啊，记忆力很好的。啊，中下根性的呢，差不多是6、7岁上学。4、5岁呀，那都是根性很利的，啊，他能理解，他有记性，啊，老师教他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就是修定呐，啊，比如教他《三字经》，专心念《三字经》。决定不能同时学其他东西，专注在一门上。这学习，学习就是修定。背诵经文，那是修观。啊，一心学习是定，你看看，定慧等学，在私塾同盟就开始了。啊，老师看学生的程度，啊，怎么样观察呢？教他念，10遍之内呀，就能够背，这是上根。啊，10遍之内。啊，那么初学的，大概老师每天教他100个字到200字左右。开始教是这样教法的，以后慢慢的增加，可是你要记住，不超过10遍，他就背得出来。在中国历史上记载，天分好的，那真叫是天才儿童，啊，一天可以背6、700字，啊，就是说，不超过10遍，他就能背下来。那10遍背不下来呢？减少，字数减少。啊，你比如老师做实验，啊，实验一般实验的时候，300、400字，啊，不到10遍就背下来了，再增加。10遍背不下来，减少。啊，跟最笨的人的时候，大概念的时候100个字。啊，教你这么多。啊，你能背得下来了。背下来之后，老师叫你大声去背。啊，看书也可以，
要念一百遍，高声朗诵啊！一个是你心专注，诸位要是专注是定，念得清清楚楚，字字分明，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那就是会。不必求解释，就老师只教你念呢，不讲解。可是老师虽然不讲课文不讲呢，老师讲故事，小朋友都喜欢听故事。老师故事讲什么呢？大概跟教的经文都有关系。总离不开伦理道德了。小朋友听了之后，真的也是一生都不会忘记。效法古人，怎么样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落实到对人对事对物他能做到这些心得，所以中国的这个教育没有别的，是把你自信呢找回来。不能够离开的太远。信德是绝对标准。三字经上头一句就说出人之初性本善佛教人也是一样的，第一个是教给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说明你有佛性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每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与佛性相应，这就好了。佛性是什么呢？戒律是佛性。经教是佛性。经教是佛的言语，从佛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戒律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动作，完全是自信自然流露。我们现在学戒律，好像处处受到约束的时候，不是的。戒律是正常的，我们现在是反常变成习惯了，再恢复到正常觉得不习惯，对，那是正常的。诸佛菩萨就是这样的，这个不可以不懂所以圣贤教育没别的，叫我们恢复正常。弟子规是正常的，儒家的礼是正常的唯有放逸的人反常的人说这个是不正常，其实他那个是不正常
啊，明心见性之后啊，自自然然，一丝毫约束都没有。啊，决定与十善业道相应。十善业道是佛法根本。啊，所有一切戒律的原理原则。啊，律法再多不离开这个原则。啊，这个你要是知道之后你才能生欢喜心的。啊，真的想学。啊，回归自信的。回归自然。那才是纯净纯善。啊，那我们今天学佛出了问题了。啊，问题是，我们没有从小啊学这些规矩。染上不善的习性，啊，这三字经底下讲啊，啊，性相近，习相远呐，啊，性相近怎么说呢？跟佛菩萨是差不多的。跟佛菩萨相，佛菩萨是自性完全流露啊。我们要是懂得回归自性，跟佛菩萨没两样，相近啊。如果不能不知道回归自性，随顺烦恼习气。那给你给自信的呢就越来越远了。啊，那我们可以说用十法界来讲。四圣法界心相近。六道里面的众生习相远。啊，诸位从这个地方就看呢你就很清楚。啊，习相远了，这个相远就麻烦了。啊，诸位晓得，六道众生生死轮回，无量劫来出不去，求出无期，这苦死，苦不堪言呐。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严重了。啊，所以圣人对于众生的教育就从这个地方兴起来。啊，为什么要有教育？苟不教性乃迁呢？啊，迁是变异变迁呢，所以一定要教。啊，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回归自性。啊，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诸佛菩萨的教育，那个中心的理念没有别的，帮助一切众生从习性回归到本性。啊，要用儒家的话来说呢，从不善回归到本善。啊，本性本善嘛。人之初性本善嘛，啊，从一切不善回归到本善，这是教育。啊，在佛法讲呢，就是从习性回归到本性。
那么现在这个教育的宗旨没有这个，不讲这个了，现在完全讲习性，不知道有本性。不知道有本善，现在善是什么呢？自私自利是善，损人利己是善，这叫颠倒啊！佛经上常讲啊，颠倒错乱的，可怜悯者。我们这一生算是非常幸运能够亲近好老师，能够遇到正法那么自己也好学一生确确实实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过着人生最高的享受吧。人生最高享受不是地位高，也不是有财富，与这个不相干这个是什么？荣华富贵那是命啊！圣贤教育是改造命运，但是不是叫你求荣华富贵？为什么呢？你有求荣华富贵这个心，那个心是烦恼、贪心啊！求不到就成恨呐、总是堕落在贪嗔痴里面，堕落在贪嗔痴，纵然得到荣华富贵了，你烦恼离不开啊！你的心不清净啊！换一句话说，你不快乐。回归自性，回归本善了，纵然过很贫穷的日子，快乐你看颜回，这是最好的榜样确确实实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刘鹏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过的什么生活了？快乐的生活与物质生活不相干这才把真正的人生找到了至于地位、权势，随缘有这个缘分，也都要做你要不做呢，不做你对不起人那么在中国历史上，诸葛亮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诸葛亮学得好回归到自信的。淡泊名利年轻的时候自己耕种住茅屋勉强能够过得去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这袁成熟了
啊，那不能不去啊，去什么？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啊，放弃自己舒适安乐生活的环境，啊，这是操心啊，这是讲的说有缘你要做，没有缘不要求。啊，这个是不佛菩萨教我们了，世间圣人也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啊，你就自在呀！啊，那是迷失自信的人，天天攀缘，天天有求。贪而无厌呐，他怎么不苦？你不要看他有钱，啊，他有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不快乐。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啊。